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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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众生无边誓愿度。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好，请放掌。加帕奎戒高杂亚九十页第二行的这个头前讲，高明具足，即非具足，哈，就是讲，世尊问师父提讲具足色身，哈，是毋是当以具足色身来进入啦？或者是具足这个相好来，哈，诸相来进入啦？那么所以师父提讲，哈，具足即非具足，哈，九十页第二行讲，高明具足即非具足。欲令即于色身相好，达其无分无际，得见如来净法身故。吼、哦，哦，众生呢，知影在即个色身甲相好当中，通达讲即个无分别、无际限，吼、哦，会当见到如来清净的法身，吼、哦。就是讲，佛的即个相好是一个庄严的色相，吼、哦。那么，咱来见如来的法身，吼、哦，法身是无分别、无际限。下面讲净法身者，法界为体，不觉长六及四百国。哈、哦，那么这个清净法身就是讲咱这个法界，法界就是这个法性，哈、哦，法性，哈、哦。那么这个法性呢，为体呢，哈、哦，所以伊是周遍十方的，哈、哦，无局限在讲长六的，哈、哦，色身，或者是四百三十二相的相好，才是佛，哈、哦。如果以法性为体，者一切法拢是佛法，啊，一切法拢是佛，啊，所以咱头前讲一切法拢是佛法，啊，唔是只有相好才是佛，啊，三十二相才是佛，长老才是佛，啊，所以袂当局限，哈、啊，局限在这个所在，啊，就是讲咱为什么叫做平等法身佛，啊，咱讲这个千百亿化身佛，千百亿化身佛的话。三十二相，哈，有这个相好，哈，八十随缘好，那么这叫做化身佛，应化身的佛，哈，那么化在种种的处所，哈，那么叫应化身的佛，那么平等化身佛就是平等在一切法，哈，平等化身佛就是讲平等普遍在一切法，哈，作为一切法的这个体性，哈。那么心就是意志的意思，发心的这个心就是意志的意思。哈、哦，作为一切法的发性，啊，作为一切法的意志，作为一切法的实性，所以叫做平等普遍在一切法，作为一切法的意志，啊，作为一切法的实性，所以叫做平等发心佛。那么平等发心佛，伊就无局限在长六，或者是讲三十二相，哈、哦。所以咱讲一切法拢是佛法，哈、哦。那么这个山啦、海啦、水啦、树啊、花啦、鸟啊，啊，拢是佛啊。那么这叫做平等的，所以无局限啊。下面讲，彼等六心及四百相，一一皆即相好之海，不可单择等六四百观故啊。那么咱了解讲，啊，法性是平等的啊，就遍一切法界，所以是无分别、无界限的，无分关格。哈、啊，无分相好相歹，哈、啊，无分这个呢，
限制讲什么人较有，什么人较无，哈、哦。那么，所以，安尼就是平等的发心佛。但是呢，佮反倒转来的时阵呢，这个长六的金身佮这个四般的三十二相呢，那么伊应该是相好之海，哈、哦。相好，这个相好就是讲哦，佛呢平等发心呢，是以发性为体。那么发性呢，伊有具足无量无边的相好，哈、哦。那么相好之海就是讲相好是无量无边，发性具足一切相，哈、哦。发性无离开一切相，所以一切相拢是发性，拢是发心。那么三十二相甲长六心呢，哈、哦，如果咱了解，伊嘛是佛的相好的一部分，哈、哦，伊嘛是佛的相的一部分，哈、哦。所以呢，咱个反倒转来，伊嘛是佛，哈、哦。咱比如讲，咱袂使讲啊，草啊是佛，花是佛，涂骹是佛，所以呢，反倒转来讲，迄毋是佛，迄叫做茶。有人讲，迄毋是花，迄是茶，迄是石头，迄是纸，你是咧拜啥？哦，当然，咱若讲普上来讲，讲迄毋是佛，平等的发心佛呢，树啊啦、树叶啦、花啦、草啦，哦，三色拢是清净身哈、哦。那么呢，一个色相上面出来拢是佛法，无唔对，哈、哦，迄是平等来讲。但是即马反倒转来讲，啊，既然草啊是佛，啊，这佛像毋是佛。对吧？你讲草也是佛，啊！你即马讲佛像是石头，佛像是纸，佛像呢是茶，哈、哦，安尼嘛唔对，对吧？啊！你既然讲啊草也得分，啊树也嘛分，啊山嘛分，石头下片嘛分，对吧？啊，迄石头无石头像，下片无下片像，高山无高山像，啊、哦！那么你即马讲有茶，茶有茶的像哦，你即马买佛像，结果你出这个茶的像。讲伊是茶，你怎啊讲伊毋是佛像？你讲伊是纸，啊，你是毋是出迄个纸的像？你讲伊毋是佛像，伊是石头，啊，你是毋是出石头的像？啊，毋是共阮平平出像，哈、哦？啊，你若是恭敬佛像，得功德，哈、哦？因为心呢，起这个尊敬心、崇拜心，哈、哦，学习的心，哈、哦。那么皈依的心，如果你今仔日伊是纸，啊，纸就免拜，石头嘛免拜，哈、哦。啊，那这个叉口，那你让你拜偶像，你拜叉口诶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过去的禅师啊，当然是因为要度众生较安呢，吼、哦。那即卖有人啊，讲迄身上嘛，佮摕来破，观音嘛起来佮记，吼、哦，有人安尼啊，啊，这个观世音菩萨妈祖嘛，佮摕来记，安尼，啊、哦，那么，迄是讲过去的祖师因着要度众生。伊是以这个平等发心佛的角度来报读你这个对应化心的执着，哈、哦。那么，但是即马人无迄个智慧，哈、哦，因为讲伊是叉科，所以我甲当作叉科，哈、哦，所以我来甲破瓦紧，哈、哦。那么，所以即个所在讲，反倒转来时，即个长六心甲四八相呢，伊应该是相好之下，嘛是好啦，哈、哦。所以有一种人啊，伊。敢若知影一种讲，平等佛发心佛是周遍法界石头椅啊桌啊吼，茶杯拢是佛吼、哦。那么呢，颠倒而来呢，伊无要恭敬这个佛，伊讲伊是茶啊、哦。所以我的意思就讲，茶毋是一个相嘛？你以为是纸，纸嘛是一个相啊，对不？你以为伊是石头，石头嘛是一个相啊？啊，你既然讲草也是佛，石头是佛，山嘛佛。啊茶呢？这茶不是佛啦、哦，所以那是矛盾、哦、自我矛盾、哦、所以这个偶遇大师已经嘛个修得登来讲，安尼咱嘛知影讲法性是周遍一切法，清净的法性是叫做一切法的法心，周遍一切法，这草啊、色相、香味、触法、山海水啊，一切法的这个是性、哦、所以楞严经讲性色真空、哦一切色拢是性色，一切水都是性水，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在讲要当扬之净水，遍洒三千，啊、哦，性空八德利于人天，啊、哦，啊，因为伊就是性，所以当周遍法界，啊、哦，所以一滴水也当周遍三千法界，啊、哦，那么即马这个修得等海修，既然这相向面就还是佛，那么咱三十二相那不是佛，啊，如果伊不是佛，啊，石头才是佛。
啊，毋则倒变诶。安尼你诶发心嘛无周遍啊。石头是佛，石头你涂骹下片是佛，啊来捡来佛殿诶，讲伊是石头，安尼是毋是颠倒哈？安尼想看嘛。哦，但是咱有当时听着人会讲安尼，啊，有诶人伊会讲安尼，对佛教、对佛法无讲介深入诶，有诶是毋是有教导，啊，有诶本身是有教导。啊，对佛法阁无讲介深入嘞，伊会当讲，石头遐片是佛，但是这个就是石头，吼、哦，佛是石头，所以呢，这嘛是颠倒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欧益大师即嘛修得当来讲，既然法界是法性是法界为体，就变法界，吼、哦。所以当六加四八相，一一界即相合之海，相合之海就是讲哦，法性既然就变。哈、啊，周遍在一切法，所以发生嘛，具足一切相，哈、啊，一切相，哈、啊。那么，其一切相当中，除了石头、叶片、山是佛以外，咱这个三十二相的佛嘛是佛啦，所以嘛是伊的一部分，哈、啊。所以不可单坐等六四八观故，哈、啊，袂使但只是看到讲等六的相加三十二相。所以呢，咱讲。哦，咱头前有讲过，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，是名具足，对不？那么这个呢，这个头前讲这个呢，哈、啊，具足诸相，哈、啊，那么呢，即非具足，是名具足，哈、啊，所以嘛是同款啊，讲即摆袂当只有叫当作三十二相，啊，是讲断六身，爱知影讲伊呢三十二相啊，断六身，伊只是佛。啊，示现的一部分，伊毋是全部。啊，了后咱来看佛的发心清净，发心是平等周遍。啊，那么呢，如果平等周遍的时阵，所以这个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，就是讲，为什么伊毋是具足？因为伊毋是佛的全部，所以讲伊毋是具足。但是最后佫讲是名具足。如果咱了解到清净发心了后，知影讲伊嘛是清净发心的一部分。袂使讲伊毋是，所以你袂使讲伊是，啊嘛袂使讲伊毋是。当你以为伊是的时阵，就是讲以为伊就是全部，伊就是佛，啊其他毋是佛，吼、哦，伊就是佛，啊众生毋是佛，安尼就是无完整的嘛。所以甲伊讲伊毋是佛，因为普遍来讲，一切法拢是佛。所以讲，具足色身，具足诸相，即非具足。为什么伊毋是？因为伊毋是全部。最后佫讲是名，就是讲，因为呢，伊嘛是全部的一部分，所以伊嘛是，伊嘛是，所以改叫做佛，叫做佛啦，吼。所以这是叫做啊，是名就是四色啦，四色的伊是佛啦，吼。所以你咱也是以正一般的人是讲看在这个所在看到佛，看到佛像。那么呢，有诶过去的祖师是讲，伊看到草啊，看到。桃花，啊，就见着佛了，那么，迄是每一个因缘，因为呢，一切法的发性拢是同款的，哈、哦，拢是周遍的。所以这是具足，这回具足，哈、哦。过来讲，师父提，你无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有所说法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六莲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故。诸佛提说法者，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啊，那么咱简单解说经文，讲诸佛提，你莫为如来作是念，啊，你莫以为讲如来有做这种的念头，我当有所说法。啊，意思世尊甲诸佛提讲，你莫做这种的念头，你莫认为讲我如来我会起这种念头，啊，认为讲我有所说法。啊！你莫以为讲我佛，认为讲我足好讲的，啊，我讲经讲足济。那么你莫做这个念头，啊，以为我有这种的念头，啊。莫做是念何以故？啊，千万呢，你莫做这个念头何以故？六莲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故。我现在袂再去这种念头，讲认为讲佛啊，认为伊有你说法呢？何以故呢？如果有人讲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哈、哦，这就是非谤佛啦，非谤佛，哈、哦，不能解我所说故，哈、哦，你就是无了解，
我所讲的意思，啊，无了解我所讲的法，啊，为什么咱讲啊？咱明明就是佛如你说法，为什么讲无说法呢？啊，这个所在讲不能解我所说过，啊，如果认为有你说法，安尼你就是无了解。头前金刚经不是讲菩萨度众生无众生可度吗？啊，要度如是无量无边的众生是无众生可度，何以讲呢？菩萨无我相人相嘛。啊，众生相受者相，那么嘛无法相啊，哈、啊，所以呢，你就是无了解我的意思啊。那么佛陀菩萨伊是无我相，既然无我，那有你说法，啊，那么嘛无法，那有你说法。所以因为伊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无法相、非法相。啊，你即马佫认为有一个佛认为讲我，你说法，安尼你就是无了解佛的意思，哈、啊。佛就无我相啊，你就伊个以为有我相；佛嘛无法相啊，你个以为伊有咧说法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无了解嘛，吼、哦。所以讲不能解我所说过，吼、哦。如果提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，哈、哦。那么最后一句嘛是同款，啊、哦，这种的啊心态就是讲说法者无法可说，哈、哦。说法就是讲因缘所生法。啊，就是世尊呢，因为一个因缘，所以来到这个世间。啊，因为这个众生，三宝世界众生呢，咱有这个因缘，应当听到佛法，啊，应当拄到佛，不管是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。那么咱这期的众生，三宝世界众生，跟释迦牟尼佛有缘。有的人在正法见到佛，有的人在相法听到佛法，有的人在末法呢。来修行念佛，总是拢有一个缘哈、啊。那么所以呢，因缘所生的释迦牟尼佛是现在这个所在啊，出家啊，修道进佛果，然后说法，最后离涅槃哈。那么所有的这些八相成道呢，只不过是因缘所生，随众生的因缘所生，所以这个说法者无法可说哈。啊就是讲，因为伊是因缘所生法，哈、哦，那么伊是无有实性的，哈、哦，那么在这个所在，啊、哦，诶，过程内底，世尊嘛是无我相啊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那有你教什么众生？那有讲我，你说法给众生听无啦，哈、哦，所以讲无法可说，哈、哦，是名说法。啊，是名就是讲方便建立的，啊，叫做是名，哈、啊。所以讲，咱讲，刚才咱讲如来的意思，如来就是讲如，就是不动，啊，有不动不生不灭的随缘而来，叫做如来，啊，如来啦，也是讲咱头前讲如是我闻，什么叫如是呢？啊，有如呢不生不灭的因缘所生，啊，所以呢。成就呢是种种的万法，叫如是，啊、哦，就是讲如来。那么说法呢，是名就是讲呢，就是如是的意思，哈、哦，就是讲以中道第二体是不生不灭，随缘来呢，成就佛道来说法，啊是随缘呢，变作呢是种种的众生，是种种的法，啊、哦，这个如是跟如来。那么如是如来呢，叫做是名。是名，就是讲，伊是由中道第二体而来，伊是由中道第二体咧，所以成就呢是种种法，啊、哦，所以叫做是啊，啊是名，啊名就是假名，啊、哦、是就是由如而是，由如而来，啊名既然是由如而是，由如而来呢，那么名就是假名，啊即嘛呢？看到色声香味触法，拢是假名。安怎是假名呢？色声香味触法呢，当下就是真如，就是如嘛。所以有如的是啊，是就是如嘛。啊，所以是不是是啊，来不是来啊，生不是生啊，灭不是灭，生就是无生嘛。啊，是就是如嘛，啊来嘛是如啊，哈、哦。所以如是啊，这个、是为什么叫做名？因为是假名，伊的真实呢？就是如嘛，啊，比如讲，
咱以众生拢有佛性，啊，做种种的众生，啊，众生为啥毋是众生？狗为啥毋是狗啊？因为狗是假名，狗自有佛性，哈、哦，啊，这是伊的真呢，啊，由佛性来做狗，哈、哦，由佛性来如呢变作是狗，啊，这个是狗是假名，啊，伊真实的是迄个如，哈、哦，啊，伊真实的是这个佛性，哈、哦，所以叫做如是嘛。如来啊，啊，既然是迄、那个是，就是假名，啊、哦，因为伊个真正是如，啊、哦，就像咱即个《楞严经》啊，大家有听过，拢色声香味触法拢是本如来藏啊，妙真如性啊，啊、哦，不动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缘妙真如性，所以色法嘛是如来藏，犹如如来。声香味触法拢是犹如如来，哈、哦，所以咱西方极乐世界为甚物拢念佛念佛念经？因为迄拢依佛来，所以杭州罗网鸟啊，拢是阿弥陀佛为着要化现现了变化所作嘛，拢是为阿弥陀佛的如来嘛，阿弥陀佛的如啊，来变作杭州啦、罗网啦、黄金菩提、北宫滴水流水潺潺，微风吹动杭树罗网。出微妙音，还是变作鸟啊啦、孔雀啦、鹦鹉啦，哈、哦。那么大力说法，啊，咱为什么拢知是念佛、念佛、念经？因为伊是阿弥陀佛的如，所以来的，哈、哦。啊，咱即马起啊，就知影讲，原来鸟啊，就是阿弥陀，啊、哦，鸡啊嘛阿弥陀，啊、哦，西方极乐世界可能嘛有鸡啊，哈、哦，有凤凰嘛，哈、哦，鸡啊变作凤凰啊。那么，这个。什么物件拢是阿弥陀变的，哈、哦，所以叫做念佛念佛念经。那么这个是名就是讲犹如你是，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是是唔是是啊，是一个假名，哈、哦。那么所以说法嘛是假名，啊佛像嘛是假名，哈、哦，色声香味触法嘛是假名，哈、哦。那么这个桃花啊，哈、哦，啊是佛树子啊，啊是叶片啦。还是灯笼啊，迄嘛是拢一个假名，吼、哦，伊是犹如你来啊。所以禅宗的祖师讲的，其实就是讲极乐世界境界尔，也无啥物特别的，吼、哦。禅宗的祖师讲啊，这个呢，灯笼啦、露柱啦、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条啊啦、啊壁啦，吼、哦，那么呢，翠竹啦、黄花啦，也是讲这个明明百草头，明明祖师意草啊。顶头有祖师的意思，啊，啊，祖师的意思，草顶头就是阿弥陀意思啊，对不？叫世界来跟你讲，草顶头就是阿弥陀佛啦，对不？叶顶头嘛阿弥陀佛，啊，水流水顶头嘛阿弥陀佛，啊，鸡啊你叫，鸟啊你啼，拢阿弥陀佛嘞，哈、啊。所以过去的祖师听到人，迄个人你，鸡啊你叫，啊就开悟，对不？听到人弄经嘛开悟，就是咱叫世界就是安尼啊。大家嘛开悟，吼、哦。那么你看到杭州罗网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啊，闻着花香，微妙香节，嘛是同款啊，闻着香，微妙香色，啊，你嘛是念佛念佛念经啊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是名，啊，咱来西方叫世界，由阿弥陀佛的如，啊，所以来变作这个青色青光啊，黄色黄光啊，啊、哦，这个微妙香色的莲花。也是讲杭州罗网的音声，哈、啊，出河雅音呢，哈、啊，拢是念佛念佛念经，哈、啊。什么这叫做是哈、啊？所以最后这个是名，就是讲，因为既然是犹如你来啊，所以这个是就是假名，这个是名，哈、啊。那么咱拿以说法来讲，分呢由清净的发心呢，随着咱三宝世界众生的缘呢，来实现呢说法，哈、啊，说法了后。为什么讲即慧说法呢？还是讲佛涅槃呢？往生呢？即慧涅槃，因为如来是无来无去，哪有来生，哪有来死，哪有来说法，哪有来出家，对不？啊，那最后呢？工作转来就是讲，其实这拢是由这个如来清净发心，由如来是变作种种的变化。虽然的因缘，所以是现说法，是现灭度。是现舍利子，对吧？啊，是现这佛的这出家啦、修道啦、灵鹫山啦，
这个啊，咱讲或者啊，咱朝圣的时候所去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古迹啊、古迹，还嘛是拢实现的啊，所以迄种叫做假名啊，所以说法嘛是实名说法啊。那么下面讲，说无可说行住离，盖说非说书面薄啊，说无可说行住离啊，说无可说。啊，咱说法无可说的之法，啊，性自离，啊，离就是讲离一切啊自性，就是讲一切法是由如来呢因缘所生呢，所以呢，伊的说法呢，伊并无实体的主体性，啊，那么这个主体性呢，实性呢，啊，伊是自离，啊，就是讲离一切性，啊。解说非说书面薄啊，那么咱也了解啊，佛说法呢是无说法，安尼才会当免除呢谤佛的这个的代志啊。人讲如果伊讲六人言呢啊，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；如果有人讲佛有说法，安尼就是谤佛啊。那么咱也了解讲说法无说法呢，安尼才免除这个谤佛的过失啊。论话啊，色心相好，智慧具足啊，说法大声，岂无语言分者也啊？色心相好呢，头前讲色心呢，具足色心即会具足啊，具足相好即会具足啊，安尼拢无具足嘛哈。说法大声，岂无语言分者也啊？说法大众生，敢无语言？诶，分别甲界限嘛，啊，说法。那么说法呢？诶，这个分别甲界限呢，啊，什么是分别呢？咱就讲啊，这是法语啊，这是非法语，这是好话，这是歹话，啊，咱拢会去甲分嘛，分讲这是安尼是叫做说法，安尼是谤法，安尼是好话，安尼是歹话，对不？安尼是法，这是非法，这叫做分嘛。分啦，哈！啊，这个是界限，啊，界限，界限就是讲到这是，到遐不是，啊，迄叫做说法，啊。那么说法大众生呢，敢讲无分别啊？语言的分别甲界限嘛，哈、啊。因何众生得性如来言说理解自性，啊？为见出于果因，啊，六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。啊，伊不能解我所说过啊。伊个问题就是讲，那说法大众生敢讲伊无语言的分别吗？啊，因何如果无分别，因何众生得性如来言说理解自性啊？如果语言无实在、无作用啊、无分别，那么因何众生会当得到如来的言说？承受如来言说了，理解自性。解自性就是讲，咱讲解这个三性法，还是五性法啊？比如讲，咱佛如讲啊，啊，咱袂使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饮酒，这是五戒。五戒呢，会当做人啊。那么咱修实身的啊，不贪不亲不亲的啊，不贪嗔痴呢？啊，妄缘起两舌二口杀盗淫呢，那么十善会当升天啊。那么呢，如果咱修这个苦集灭道呢，会当啊证实闻果；如果呢修十二因缘呢，会当证这个辟支佛；如果修六道呢，会当做菩萨。那么如果无这个话啊，如果无呢，因何众生会当承受如来这个言说？来了解有灵德、有天德、哈、啊、有声闻、缘觉菩萨，即个诸性呢？哈、啊，性就是咱性啊，咱以佛来讲，即、这个车性，车性就是运载意啦，啊，运载的意思啊。你坐着这台车，哈、啊，你着位下去，哈、啊。比如讲，人要向南，你唔好去坐位向北，坐唔着车，哈、啊。搭错车了，搭错车你就会惊到你无要去的所在，吼！啊，你若坐着车，吼，那么呢就到迄个所在。那么当然坐无共车啦，啊，无共车，
所以呢，到这个不同的所在。比如讲，咱念佛的人，咱就是要去救世界；啊，无人无念佛的人，伊要去继续在这个世界。那么将来行的路就无同款，啊，这个自性啊。那么如果无迄语言，有啥物有这个差别呢？为见主义国音啊。为着要去除这种的疑惑，所以呢，佛就直接讲：六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伊不能解我所说故。哈、哦，那么因为伊无了解我所说的意思，哈、哦，那么如果以佛所说的意思呢，就是讲，既然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啊、哦，那么就无我。对不？阿嘛无人，阿嘛无所说的话，哈、哦。所以咱《心经》内底讲无苦集灭道，就是要甲咱讲无这个理性，啊、哦。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就是讲无这个十二因缘的话。啊，无苦集灭道，就是无这个讲这个理性，哈、哦，声闻的这个因缘，啊，这个法，哈、哦。所以呢，无智亦无德呢，就是讲无菩萨，哈、哦，诶，这个话。那么呢，头前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耳鼻舌身，迄是讲无人天凡夫的话，哈、哦。所以咱心经拢讲无，哈、哦，因为呢，是故空中无色嘛，哈、哦，在这个清净的真空内底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安尼就是无人天的众生。啊，无苦集灭道就是无生闻，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就是无十二因缘。无智亦无德，哈、哦，就是讲无菩萨，哈、哦。所以呢，佛的意思就是讲，既然无我相、无人相，啊嘛无人天、地间五鬼、畜生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那么什么无呢？啊、哦，咱是讲以法性来讲。法性是平等的哈，平等的法性呢，咱讲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者。平等的法性，讲徛在法性是平等的，无什么地界五鬼畜生，啊，甲声闻缘觉菩萨，哈，这是讲徛在法性。所以呢，《心经》是讲照见五蕴皆空，哈，是诸法空相，哈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哈，不增不减，哈，啊了是故空中。在这个空性内底，哈、哦，法性内底，伊是无差别的。什么差别呢？无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，无这个苦集灭道理性力，无十二因缘，啊，无菩萨，诶，这个啊、哦，无智有德，哈、哦。那么这是为法性来讲，哈、哦。所以讲，这个、呢，就是不能解我所说过，哈、哦。如果呢，伊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，哈，无受者相，就无这啦，哈，就无这，哈。那么这是讲法性哦，哈，法性，哈。因为呢，咱来知影讲，即非就是讲，哈，啊，佫有一个使命，使命最后还佫肯定哦，袂使讲迄种无哦，哈。咱还佫所有菩萨、即非菩萨、啊，使命菩萨，对不？啊，众生、即非众生。啊，是名众生啊！咱、哦、那如果跟他讲，即非众生啊，即非菩萨啊，无苦集灭道，无阿罗汉，迄是到第二个哦。啊，过来最后过一个是名哦，才圆满哦，哈、哦。所以咱讲，咱过个都是讲三观哈、哦，空观、假观哈，啊个中观，对不哈、哦？啊，你假观就是讲你看到这因缘所生法，有佛啦，有菩萨，有阿罗汉。有地间五鬼畜生，啊！你家观空观，就是讲，伊的法性拢是平等，拢是空，无差别。但是呢，中观的时阵呢，你就爱怎讲啊？空内底呢，嘛个具足一切法，由空内底呢，因缘所生呢，产生种种的众生，哈、啊，嘛是虽然无差别，当中嘛有差别，哈、啊。所以袂使讲啊，咱大家自性拢是佛咯，那就是阿弥陀佛，迄是法性无差别，无对。但是咱无食饭的枵啊，咱敢有可能坐遐规工徛，从阿弥陀规工徛伫遐，敢有可能？嘛是爱等于倒啊，对吧？爱等于退啊。哦，你讲拢平定无，你就从阿弥陀规工徛伫遮嘛。
啊，敢有可能？啊，无你著像地藏菩萨，规工坐那古塔，啊，拢毋免食饭啊，啊，也免困啊。欸，平等法性是拢安尼无毋对啊，但是咱即马也无迄个能力啊，对无？平等法性拢是好啦，无毋对，你嘛好，我嘛好，大家拢好，啊，那么。但是佛是迄个度众生的佛，咱是乌白佛的佛，差足多，对吧？啊，佛界唔知为倒去的吼、哦。那么，什么看到都加佛，哈、啊，对吧？什么拢食？那么呢，佛是度众生的佛呢，啊，咱是这种的佛，生是平等吼，啊，到最后寿命佫无同款，吼、哦，为啥？寿命就是讲看你做啥，就是啥，吼、哦，佛是佛，无唔对。是心作佛，还是心是佛，对吧？啊，你寺名就是讲由如来是啊，由如你来啊，由如来做，对吧？由是来做哈、啊，因为你是佛啊，你来做佛嘛啊，但是你即马做佛就是佛啦、啊，做教就是教啊，哈、啊，做人世间人讲禽兽不如啊，禽兽不如就是地狱啊，对吧？啊，世间人讲哦，那这样做个真歹。禽兽不如，禽兽不如就是地狱嘛，啊，做地狱，啊，就是对地狱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迄事呢，如是的事，就是讲看安怎做，吼、哦，袂使讲，佛，大家拢是佛，吼、哦，所以后壁咱先这个，后壁这个一段讲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吼、哦，法性是平等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较早有一个在家居士讲，吼、哦。是法平等，若无大细汉，在家出家拢变大汉，对嘛？意思讲，那为什么在家出家，那就爱皈依三宝？哦，我家己就是宝啊，为什么爱皈依三宝呢？哦，那么这就是无了解差别法内底嘛是有差别啦，对无吼？啊，无你等于讲无大细汉，你即马等于甲恁老爸讲，咱拢无变大细汉，恁老爸甲你扒了，啊、哦。除非讲你老啊啦，你若较早少年家安尼讲，恁老爸一定甲你扒啊。即摆老啊，伊都无力啦，可能无法度啊。吼、啊，你即摆讲伊安尼伊无法度。但是呢，这个差别内底嘛是有差别啦，就是看你做啥。重点是咱做啥吼、啊。所以佛大家拢嘛佛，重点是做啥吼、啊。所以咱我讲哦，即咱即个汉传的佛教啦。啊，重视呢，咱今生做啥？无重视，你过去生是啥人？你过去生是啥人？还是过去的代志啊？对不？啊，袂使讲你过去生是啥，你着啊，永远做老大。你过去我的老师，即世人一定我的老师。啊，咱来看释迦牟尼佛啊，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呢。即马呢，释迦牟尼佛做佛的时阵，伊来做文殊菩萨来做地主呢。伊无讲文殊菩萨是老师，即马永远是老师，嘛无啊。人伊示现的时阵文殊菩萨即马来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，所以汉传的佛教较重视讲你今生做啥，毋是讲你过去生是啥，吼、哦，过去生是过去生做的嘛，啊，今生啊，今生看做啥，吼、哦，那么当然这是无共款的传统啊，吼、哦，那么所以。看安怎做才是啥啦，吼、哦，比如讲法师啊，着做法师，开始行法师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护法做护法，啊，着是行护法嘛，啊，老爸爱做老爸款，则行老爸啊，对无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是做啥啊，则是啥，啊，这个使命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九十一啊，第二项，吼、哦，讲六根如来有所说法，皆为谤佛，伊不能解我所说故。啊，无了解佛讲的意思，啊，我所说者，啊，我什么是我所说呢？世尊，我所说的呢，啊，无有消息法相可得，无所说相，无能说相，啊，那么无了解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啥呢？如来世尊的意思是啥呢？啊，我所说的意思是讲，无有消息法相可得。啊、一切法无我相，无人相，哪有倒一个人在讲话？哈、啊，哪有倒一个人在听话？哈、啊，那么当然这是佛的说法。哈、啊，那么咱嘛是爱听金刚经，就是爱金刚经啊。你莫讲人在讲咩，你也是讲哪有人在讲咩？
哪有奉命的人，对不？哦，世间人讲我奉命足衰，啊，咱若世间人讲我奉命有够衰，我扫着风台尾，哦，那么咱若学佛的人讲啊，伊假命吼，无假命的人，啊无奉命的人，奉命的人无一定衰啦，啊，唔好讲哦，啊我奉命我足衰，啊，啊我奉讲哦，啊有啥物要甲我讲，吼，那么迄就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无能说的人嘛，无所说的人啊，哈、哦。所以呢，咱顶刚讲一个迄、那、落、個，讲咱人拄着代志哈，啊，莫急，哈、哦，爱思维，哈、哦，爱三思而后行嘛，哈、哦。啊，那拄着境界啊，拄着代志，那莫紧张，爱去思维。思维就是讲，依照佛法来去思维。所以讲，哎、欸，无讲的人嘛，无听的人。哦，所以真的讲伊无说话，咱哪有讲啥？哈、哦，啊无讲的人，啊嘛无听的人，哈、哦，啊咱就来去思维，思维这个意思啊，哈、哦，唔则叫做无能说，无所说，哈、哦，所以后摆拄着代志啊，就要先思维，哈、哦，先把迄句话吞落去，思维落去，思维看卖，嗯，啊那吞袂，到尾来讲是我吞袂落，吞袂落，甲摆出来啊。哦，那么这不是我讲的啊，这是咱华严经来在讲哈，讲了咱不是净行品不是讲吗？哈、哦，若大小便，当愿众生弃贪嗔痴，捐除罪法。啊、哦，若大小便的时阵啊，当愿众生弃贪嗔痴，捐除罪法。哈、哦，罪法就是业障。哈、哦，所以这句话讲白话就是什么呢？啊，讲白话，咱讲咱台语听较有诶，就是讲，你若大小便诶时阵哦，你着想讲，你甲你诶业障拢排出去，弃贪嗔痴啊，观图罪法啊，就是你诶业障拢排出去，吼、哦，爱观想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过去诶祖师啊，像即个地藏大师讲，你若食饭诶时阵，你着爱观想，咱华严经毋是讲啊，啊。若饭食时，当愿众生常悦为食，法喜充满嘛。咱食饭的时阵啊，当愿众生哈，若饭食时呢，当愿众生善法为食，法喜充满嘛。就是讲，咱食饭的时阵，咱得以常悦为食哈、哦。那么呢，法喜充满，我食到法，食到佛法哈、哦。所以呢，依照这个地藏大师伊讲，食饭的时阵爱想讲，咱所食的菜。拢食所食的饭，拢是所有佛的佛法、佛的功德，哈、哦。所以你食着菜头，就是布施波罗蜜；食着竹笋，就是乞丐波罗蜜，哈、哦。食着豆腐，就是忍辱波罗蜜。咱来像像豆腐嘞，蒸落就烂去无要紧啦，啊。豆腐就是忍辱波罗蜜，哈、哦，对不？豆包嘞是禅定波罗蜜，哈、哦。那么呢，这个呢，啊。挂菜就是吼，禅定波罗蜜，哈，你着精进波罗蜜，等等吼，你着想着讲你食着啥，就是所有的功德拢食了，吼。啊，那大小便呢，就是业障拢排出去，哈。这是过去的祖师讲的，哈。那么祖师讲，安尼身体会好，真的啊，破病的身体会好啦，哦。你也想讲哇，我若大小便哦，所以你唔好讲我一讲三摆，无要紧啊，消业障。对，啊，就消较济，排较济，消较济。哦，所以咱若食着歹，是毋是拢会紧甲排出去？哦，所以呢，祖师讲安尼身体会好呢，真正身体会好呢。哦，那么即个咱人阁袂歹，也要观想，哦，也要观想，哦。咱安尼观想，你逐工安尼想，你食着拢功德，拢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禅定，拢是戒定慧哈。啊，你啊，即马排出去，哦，拢业障，拢完全制住，啥物拢排出去，吼、哦，恶法、贪嗔痴拢无。哎、啊，就是《华严经》啊，吼、哦，当然《华严经》写安尼文言文，咱无解说，吼、哦，咱就毋知讲啊，咱安尼观想，即马安尼观想，咱就知，吼、哦，安尼知就会身体健康。哦，照这个地藏大师讲，安尼咱身体用，身体健康，哦，爱安尼观想。所以我拄仔讲，为什么吞袂落，都爱排出嘛？对。你若吞袂落，讲啊，我都无得一心三观，我都消化袂了，啊，消化袂了，算了，甲排掉了。
哈，败掉，哈。所以这个啊，有个人讲我说啊，恁若拢看心看袂好哈，啊，咱就爱克服法，哈，克服法嘛，哈。所以讲我说这个业障哦，你着观想哦，拢败去，拢败去，哈。所以不管看到啥，听到啥，啊，那到迄个时阵哦。就拢摆出去，哈、哦！华严经伊讲的，就是意思啊。所以咱讲有这个业障，哈、哦！业障就是讲去看病看袂好，医生讲无病，啊，食药也食袂好，啊，不过真正无讲介爽快，啊，看拢，血压啊正常，血红素啊正常，吼、哦，啊无三高，啊无心脏病，啊无迄、那个，啊拢正常，安奈感觉讲袂爽快，嗯，业障嘛，哈、哦。啊，就爱靠安尼观想，吼、哦，食到拢是好，排出去拢是歹，吼、哦。那照这个祖师安尼讲，咱若安尼食饭，吼、哦，安尼放屎，安尼你就会身体用啦，吼、哦，身体好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咧，若真正看袂好，就是安尼，吼、哦。昨我听一个法师讲，伊去保养车，伊讲，诶、欸，这车吼、哦，拢滴滴落落转声安尼吼。啊！开车的时阵转声，啊去个保养厂检查拢无声，哦，去开出去开，诶、欸，人个保养的师傅个开出拢无声。我讲，哦，你的车业障病，看医生看袂好，啊、哦，要安怎？车也袂观赏，也袂上金光镜的哈、哦。我讲，这车是毋安尼嘛业障病吼？车你开的时阵，你落落啊去检查拢无声，讲拢无问题，正常，哦。所以这是讲，咱都要讲说法，智慧说法，哈、哦，是名说法，哈、哦。那么如来就讲无讲啊，咱嘛无讲，咱嘛无听，哈、哦。咱听着就当作无听，哈、哦。莫讲听着当作有听，这就是咱学习金刚经，哈、哦，咱来学的所在，哈、哦。那么呢，咱来学两种啊，一方面就是讲学菩萨这个。流软语、爱语、哈、啊、赞叹、随喜的啊，这种的语言，哈、啊，这就是讲咱必须爱对众生，咱爱安的。啊，那另外一方面，咱若对着众生对咱的，咱感觉讲心情无好，还是讲咱听了袂介意的呢？啊，咱来个动作呢？啊，这是一种音声，就是无音声，哈、啊，互人骂无一定歹啦，哈、啊。咱若过去做事讲，安尼会当消业障，吼、哦。那么这是咱着爱去思维，吼、哦。这个音声就是无音声，吼、哦。当然，咱即卖人是讲，福报较大。古早人是啥物物件无通食，吼、哦。咱即个物件咧福报足大，吼、哦。那么物件足济，吼、哦。那么物件足济时阵，人互咱，吼、哦。有当时还阁会起烦恼。对不？哦，但是呢，菩萨就是爱想讲，哎、欸，什么拢来接受？哈、哦，你亲像讲，你买足济，迄落饭碗互我食，我嘛是爱甲食了，对不？哈、哦，当然，但是呢，爱买物件爱有智慧，你莫一摆买十罐甘蔗汁，你要叫我一直啉，啊、哦，因为放袂久嘛，放袂久的物件莫买遐济。我想想，敢有一种物件放较久的，钱放较久呢，拢袂歹。啊，无你怎面包啦、啊蛋糕啦、啊什么水果拢放袂久嘛吼，柳丁汁嘛放袂久啊哈，钱放较久拢袂歹，那想要用咧，再就去用。哦，那么这是讲，啊当然咱即摆世间人啊物件足济吼，咱不管啥物拢爱随意啦，吼拢爱好，啊听着啥啊就是安尼，吼、哦、所以。这个世尊无能说啊所说，啊咱嘛无聆听所听，吼、哦，所以记得咱拄啊讲的这个，吼、哦，观想的方法，我已经讲了，吼、哦，咱讲咱食饭的时候，爱讲修养一切佛法的法喜，吼、哦，你若歹想讲我即嘴饭食了，我一定往生极乐世界，对无？你食了一瞬呢，这个是功德嘛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就是这个法喜嘛。啊、哦，咧善恶为识啦，啊，那么呢，如果呢无好诶，就过去啊，